哇！呢度圍板圍咗咁耐咧，咁終於都預備好要開啦！成個商場咁大嘅水產店，究竟有咩食賣玩呢？咁我帶你一齊去睇下先。嚟，出發啦！除了新鮮的活海產之外，這個食材店很大，其實都很精彩，裡面有很多在外面都很少見到的，我就推薦大家來這個位置掃蟹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裡有齊曬日本四大名蟹，還有價錢很相宜，特別是這一隻我真的非常推薦，見到很激動，就是這麼大隻的北海道皇帝蟹，2 kg 但是都是600元不用。嗱，咁 shopping 之餘咧都要揾食噶，咁呢度咁大個場咧，其實有10多間餐廳，咁不過暫時咧就淨係得4間營業，咁全部都是日本菜嚟嘅。